这是一场延续之前的战争。傅年不在了，你知道吗？别墅里也没有什么想保护我的人了。既然被猎杀了，我就要掌握一下自己的命运。他不想按着局走，他想破局。如果他们把何丽放在这个位置的话，我可能更难抉择了。我只不过是猎人的一个子弹而已。如果龚文浩赢的话，你觉得他会支持？肯定支持。那你告诉我该支持？我觉得我很危险。我一直都是在为你考虑，你一点都不为我考虑一下。别把自己弄进去了。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是你说了算？在接下来的两周里，其实我特别希望跟你能够互相理解，尽量这个赌局大一点。我还是喜欢看热闹。公司里不是说答应老关烧微信的时候会那头会保老关吗？你觉得呢？罗泽丽，今天表现也只能用很差来表达。好游戏啊！做人要厚道，出来混早晚要给还的。